务要认识耶和华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。他出现却如晨光，他必领导我们像甘雨，像滋润天地的春雨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。他出现却如晨光，他必领导我们像甘雨，像滋润天地的春雨。务要认识耶和华。